青青很会玩游戏啊。狗分无敌，还好吧？不可以哦，每个人能用的英雄都是要不一样的，就在同一支队伍里面，四个人都要用不一样的英雄才可以，不能用同一个英雄。好好不该好，给青青，不该给青青的。啊，青青干得漂亮呀，青青。青青在干什么？青青说：“哥，我知道来你了来饿。了，纯纯的害人精嘛，这不是？恭喜中奖的各位哦，要记得带着自己的截图去私知信我道们一的个知账道号一个，后台。是吗？但我一个都没看到呢。还有人吗？补了吧，就当是我打倒了。OK，可以去劝。鱼蛋怎么不说话呀？鱼蛋，那真可是以跟队友挺商量逗一的下呀，呀，可以跟队友商量一下呀。三排和四排两种模式哦，大家。挑战改成使用韦德无人机击倒或淘汰一人，可以哦。你。哎，碎甲一个，碎甲一个。在哪？星星那里有，是星星那的，里枪有。械皮肤要等到正式出服去了。上线，就是我们的 S1 赛季开始之后，大家登录之后会陆续给大家发放到账号里面的。又剩下一个，插他身上了，插他身上来了。了来了，掉掉。说说。一滴一分你滴。很残，分你很残，一滴一滴。嗯。我在分你呢？追分你，先补个人分吧。你跑掉了，分你跑掉了，先拉人吧。跑哪去哎，了？这罗杰斯直接从天上飞下来的，没有假的。立场圆盾也用过了，准的，准的，跑了一个芬妮，准的，你零杀。那芬妮感觉往主楼全是飞放了队友的。吧？没有，他往这边飞了的，他要去四合院。OK，这个挑战我会跟我们导播老师击飞说一的。人是吧？击飞了。啊？队友不算呀。他没说啊，击飞了，击飞了。队友啊？4月开始秀了。击飞了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你小我没，心一会儿，导播老师罚你两个。不是他确实没算，他好能玩赖啊，这个人。严谨，你知道吧？做事一定要严谨。你不要叫红魔的四月了，以后叫玩赖的四月。没有玩赖，这确实是严谨。我感觉我们可以追的这一队啊，青青已青青青没没了，了，就爱青青青没了，我要去救他。啊，那我们从下一局开始哦，两位可以给对方互相定挑战啊。我感觉整个事情要变得不可控起来了。挑战，那互心脏相回来，定挑战。是的。农村都被用了，农村啊，那就去哪里？不要脸青那个青这农里村，有人，我要去帮一下他。哪里啊？啊，死了。这回村了，回村了。可以挑战用安吉拉救五个人吗？好难呀！尽量让他们挑战一下吧。把狂怒给我呗，我来换一下。要等到8月23日哦，拿到资格的大家要等到8月23日，我们的能爆特邀品鉴服正式开启，大家就可以和我们一起玩高能英雄了。没看到他们，没人，点了跑了，估计，遭骗了，可能去淹没区了。应该是的。无奈的四月，狡啊，他猾们的四去那月，个洞里好了，家伙，还在，无奈的在四的。月。胖子一滴，OK，哎，胖子开了个盾，近点还有个无敌妹，无敌妹在你房子里，这两位是我们的特邀品鉴等他官们，哦。打气是吧？打气吧，可以追。小心要摆正了，估计。没摆。看看后面。
这枪马的，这没炸到，炸到就减速了。好一波人体瞄边啊！真的是，哎呀，太哎呀，真的是，他要回头打你，你甲碎了。小技能无敌，现在在，哇，他好菜！我好卡啊！糟了，你也好菜！卡了卡了！他们两个都有队友，我说呢，不是白给就是三杀。赢的都快喝吐掉了，他后面藏了一个，懂的都懂啊。召回一下我呗，亲亲。哦，召回不了 ，no。上次测试是山岛测试的，哎，追我来了，追我来了，快跑！是可以一起玩的，对啊，他们两个在同一局里面。四月能不能教你跳舞？可以啊。我被拉了，这么远拉我。之前大招有点帅的呀。就护驾，护驾 ！Oh my god！ 哎，跑出来了，时间到了，但是他在后面追，烟瓶量子球命中，现在没有办法减速空中的这个了。我去，我的老铁们呢？两个啊，脚下应该是三个，一对啊。我走你，直接走。帅哥有帅哥的跑法。此时的青青，哎，救我来 ，nice。贴贴可以，让四月跟你贴贴。这样吧。没上来啊，说的是这个游戏测试服啊，哎，飞到我脸上了，这不是啊，我们也是要等这个服务器开始的，哎，这怎么办啊，头上那个美甲的帅哥，哪里有帅哥，我谁打不太清楚，这个头上你可以来吗，我要飞他，我要踩他脸了，我被打的罗斯大招打得快不能自理了，水塔上面一个芬妮背身啊，已经碎甲差一枪，但是他能飞，你说你这个跳下来岂不是很尴尬，我被追了，我被一直追死了，我上当了，糟了呀，罗斯指甲打不了，快走快走，充值的问题大家到时候去看我们的官网，官网上有很详细的介绍，哦，我加起来20颗子弹，我觉得我打不掉人，我先跑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他两把手枪在身上，你走吧，再见，我先走了，你就召回师师长，现在没有橘猫就是你当召回师师长了，帅哥啊，还行吧，群星晨曦直接拉吧，喝饮料都要喝吐掉喽，又落头顶了，好像今天还会有我们测试资格的抽取哦，大家可以一直锁定我们的直播间，参与一下我们后续的测试资格的抽取活动，一个跳板，帅的嘞！四月贴贴 ，OK， 一会儿就让他跟你贴贴。送资格呀！直播间每天都会有三轮我们能报特邀品鉴服测试资格的抽取的。四月还行吧，我感觉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不然我要说什么吗？很强，怎么说？这还有个召回器啊！群星城现在还有召回器，真不可思议啊！是的，因为我们从群星城走出来，一个召回器都没有用。你一个召回器没有用过，你身上那个白甲是哪里来的？城里的召回器一个没有用过吗？把我们的装备浪费掉了。主播前天还贴贴，今天就说四月贴贴啊！我也可以贴贴啊！我也可以贴贴。那你要不咱俩贴贴？不啊。这个是他的小技能啊，他的闪电冲刺，他这个技能其实除了给自己增加移速之外没什么太多的用处，也没有伤害，对别人造不成影响，就是单纯的给自己加个移速，哥几个都等着呢，大将军技术好像更胜一筹，胡扯，你今天好怎么说呢，好稳定呀，夸你的时候你都不接了，我吗，嗯，我东西呢，不是我一个没捡到，我也很期待我们赶快正式服上市啊，确实那应该给我的，知道吧，好东西给强的人，今天还会有两轮测试资格的抽取哦，
今天还有两轮。我们得找一队打一下，不然我们这个物资感觉赢不了。有人吗？看一下，他标了，应该是刚跑圈的。看一眼。四月今天又厉害又帅气，六呀。是呀，是呀。我看到了。对的嘞。我感觉花哥瘦了。牛牛牛牛牛牛牛、啊！直接过，直接过。我就压这队打。直播间可以抢到资格呀，当然可以了呀。我踩跳板过去，只要能把这个人补掉就行。跑了。我也希望。捡到包。对，抢到的资格要等到8月23日，我们的能报特邀品鉴服正式开启，大家就可以一起玩了。搞得这个人很皮啊，这个人，追追他。正式服上线时间关注我们的账号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的。这就空灾了。哦，原来是空灾的呀。你跑。快把包铁铁。我只能说四月没有大将军的一半帅气。谁呀、啊、怎么说这样的说瞎说胡话了。你发烧把脑子烧坏掉了，估计是。瑞曼的这个小技能闪电冲刺，它就是降低自己的生命值来提升移速啊，但是它的被动是回血啊，所以问题不太大。谢谢五月。每一轮测试资格抽取之前，我们的高能小助手都会在直播间引导大家的。确实四月没有大将军帅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他在说什么。哎，没事，我只是一个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这边确实了一下，我只是个 AI 啊。四月真帅啊，四月本来就很帅。哎，我这边你们两个的粉丝不在同一个平台，我只能说是这样，不然都能打起来。我感觉以后还会出新英雄吗？肯定会的呀。这个英雄就是光速小子瑞曼啊、哦、你这个问题如果换个地方我可以回答你。减速了。OK。问到了四月老师的专业对口上了。让大将军吃火鸡面，你这可能不是惩罚，你可能是奖励哦。觉得我饿了。我是 AI 啊，我真的是 AI。来了吗？来了吗？飞起来了，任务又完成一次，很帅啊。要等到8月23号，要等到8月23号能报特邀品鉴服正式开服了，有资格的大家就可以。一队，另外一队，我先跑了啊。不能嘎掉小助手，嘎掉小助手就没有人给大家抽资格了。还在追我，还在追我。让大将军吃朝天椒，我要没记错，你是四川人是吧？啊？你是哪儿人来着？江西人。哦，那也很能吃辣呀。是很能吃辣。哦，他说让你吃朝天椒。可吃。哎，有个人坐伞架飞。我是 AI 呀、啊，因为还没有正式开服，还没有正式开服、啊，等到8月23日，大家可以再看一下，好吧？等到8月23日，大家可以再看一下。没有资格的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抽取一下我们的资格。是好肥呀！打累了吗？开个鲱鱼罐头奖励自己，这儿没有啊，这儿没有啊，家人们。这个我不知道呀，哪里这么狠要嘎掉小助手？小助手刚刚抢了他们一个东西，然后他们说要嘎掉小助手。小助手现在已经满面愁容了，他已经后悔了，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。我有飞天，我有大招，我可以直接怼一对。跑步的时候喜欢用一个蹬墙跳啊，很帅。
我有，哎，八月二有人十飞，有人三飞，日是我们的能爆左边特跟邀前面都挺有。肩符哦。OK。看这左边这人是不是要做残塔了？因为这个是他的技能啊，降低自己的生命值来大幅度提升自己的移速。这个技能的前名面字雷叫了，做闪电冲刺。没有雷了。哎呦，被破了！好上吗？好上好痛，好痛！不好上，不好上，不好上，不好上！丢大过来了，丢大过来了，往后退一点。我这跳完走了。没完成任务，真心话或大冒险。有的东西可能不适合在这里说啊。我感觉大冒险呀、啊。大冒险，我又不能站。大冒险，吃掉这一盒柠檬。你是不是卖脸上有能集火的吗？我不是啊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应该是你是卖柠檬的吗？后面这个我没有跳板，去不了。罗杰斯一滴血。这边有一个人。石头后面。走，那我就拉了，我就拉了，跟我来。我从左边拉了。没有。今天还会有两轮我们测试资格的抽取哦。我们前面这个石头上有几个人？我没有雷，你们可以封个雷不？你们怎么拿个低点啊？上不去，我们高点刚才有人压着的。展示一下镭射狙击枪。破甲一个一滴血。不是，我不想给大家展示啊，是。你拉过去，你拉过去，大家。他们找不到呀。我往前走了。让四月 cos 菲尔，这对他来说不是惩罚，是奖励。而且 cos 服已经在路上了。封印尸甲很残，他飞走了。我来帮你们，我来帮你们，能不能打？我残了，我得打个药。哎，我感觉这个可以。下一局的惩罚是让四月来亲大将军。护驾护驾，这是奖励他。你高给他高兴坏。这不应该是奖励你吗？这是奖励他，他是高兴坏了。iOS 可以啊，只要有资格就可以玩啊。飞飞，你俩在飞，我来从这边拉他。飞一滴。直播间就是 iOS 系统啊。拆了他，拆了他！哎呦，我被后面狙了，后面又来一队，后面又来一队。我们是一款手游哦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没甲，我先走。换个甲先，不着急。一个跳板，跳起来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。嗯，对。这波团打的也太刺激了。我们这里还有镭射狙击枪，就是大家很喜欢的那个枪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两个队在打架，我们先往下来。我先往后撤了，我先往后撤了。看着往后撤点。反正补的，反正补。没有变和尚呀，他是罗杰斯啊，你们的罗杰斯前辈啊。我没子弹，我现在过不去。前天刚扣死菲尔。没有哦，我们是手游，我们是一款全新的英雄战术竞技手游。下面进来一个雷射狙击枪，找到就给大家玩哦，放心。又破一个甲，我们这边在打架，在打架，你们那边你那边我们帮不到。放个甲。菲尔，甲碎了，菲尔。啊、有另外有另外一个在圈里守着。我们逃掉一点，逃掉一点，逃掉一点。你往我们那走，我们可以规划一下。有三排和四排两种模式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玩。跳板。四月比之前玩的厉害多了。有人飞走了。可以先缓一下，可以先缓一下。我脸会有个人，先缓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脸会有个人。能 help 一下吗？我爬进来了。飞走了，飞走了，飞走了，我们这边安全，可以过来不？有能分把枪吗？好玩啊，当然好玩。没有没有，我喷子，分不了。青青包里有复活庆标，要不要去拿一下吧？远吗？有召回器啊。我有两个板，我分可以分你去。想看金蝉子，侦察型的英雄维德和夜幕啊。哪个包啊？我先走。红包找一下，在树后，在树后。下面那个树后。然后包括芬妮也有一定的侦察型的被动。不行不行，捡到没？可以开九十帧啊！现在有九十帧了。我脚下还有人，我脚下还有人。等我们，等我们。哎，我脸上了。我打药，再打药，再打药。你可以倒，可以倒。我来帮了。我要招人了。小时候一个菲尔，小时候。二十三号是有资格的，大家可以玩。我在这边召回，我在召这边召回，先别往前走。有大吗？你有飞没？倒，漂亮漂亮漂亮！
我们厉害很厉害。多渠道都在进行我们资格的抽取哦。大家如果喜欢侦察型的英雄的话，可以去了解一下韦德和夜我幕。身上也有隔热板，我身上也有隔热板。另外一队来了，另外一队来了，来了。能量保护罩。罗杰斯一枪，他蓝甲。我往左边拉点位置。OK。能给青青甩点隔热板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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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操！我脸上有我也没人，有。往外爬，青青。我给他交大，我们往前压吧。就一队的，往前压，这样不哎，好我被喷倒了。镭射狙击枪现在还没有没改打动哦，过。14发备弹最多。没有雷，我没有雷。你也带是吗？那个不是淘我汰的那倒个。计时，那个是自己的信号值的倒计时。哎，瑞曼很残，瑞曼很残。你往后打个药。喜欢空空。没捡起了。可以哦。两个人，两个。还有个电妹。还有个电妹，还有个电妹。剩一只。因为四月举大旗可以。这个石头面。再放技能，再放技能，没他就行了。OK。哦，厉害，恭喜啊！今天漂亮，第一轮的胜利，恭喜恭喜！鱼蛋这把满 C 啊，鱼蛋。所以你这把完成挑战了吗？完成了，我弹掉了，我弹了队友又弹了敌人。